为孙天父原乡，伊耶稣因罪无求来到众上欢呼，摇扬片上，举目所见是最平凡的景象，却是无端消失，一波不明凄凉秋凉，是心之难。此地究竟是？行事何必惊心？我的人打扮，恁操什么手？为何无端针对一名如此稀薄？对一名不守规矩的枪击，也需要客气吗？规矩标准为何都得，又叫糊涂？我的人就是我的人，真叫无敌。一条丝，这事情宁卖管就卖管，众人永不管听秋木。切，无处的我的人，你想管，我你管吧。不用疑心，这人不足以立冲突的事情，因比任何人更能看透情势，以及形容记得。你不是吧？有所求之来的外地人，希望我报答你顺手之恩。伊就是，咱行吧。算是虽然在众相欢呼，但是对每一个人。拢能透露信息，这你应该了解才是。来到此地，是为了找寻天父原乡。听起来是一个超越一般知识的名词。这样吧，我可以代为引荐母女，也许有恁相爱的情妇。但方才众人失步，我暂且不容一行。大师一心修行这中班，可以这样称呼你吧？大师是否愿意施舍自己，让我也能与大师同行？如欢乐。大师未忝啊，我去休息片刻。这样，我也能与大师给一寡相处的时间啊。无妨，伊也是相有意的。大师问遐人对我施舍的原因，在这个所在，以辛苦换取生存，是长期的本分。也是天经地义的定位，只有以我本分才被针对，因为你损及了因的利益，人情算得无错吧？哈哈哈，算是吧。以我交换的人全部染上怪病，而这种病就不如可以医治，一听就知影是经过精心策划，因为无法针对母乳，你就成为众人针对的目标。真是了解，你真适合众相欢困。母乳并未干涉这种状况，又可以带手插手，只怕照你所说，此名母乳定有不凡之处，恐使他人敬畏。母乳乃是众相欢呼公认的灵人之一，还有许多超越一般知识进步，也是提供生存机会重要资源。所以这就是选择方式，利用以及促进。
又回到东京，开始深信怀疑经书了。继续观察，就亲像你同款，不要正式观察我。我只是想在这个人所讲的世界与破坏，究竟有何差别，又要如何分辨？但是你是世界之困，就是破坏多种。自困为心，多种为心，初心有本，一瞬归停。大师的归停在何处？定上彼岸，即成此岸，一梦一梦，彼岸不断。一步既出，无数定义过来，真行便是。哈哈哈！此别修行者，修如此修高路，你以为不凡之人？不凡吗？那我就是不凡的穷记录。哈哈哈！这一路上，大师辛苦了，基础记录，分享不如解开我这疑心。